近日，美国一位小伙交到一位280斤的胖妞做女朋友，在网上秀恩爱之后，很多网友却表示对小伙羡慕不已。女子虽然体重高达280斤，但一定没有影响到他们之间的感情，两人在一起非常的幸福。大家可以发现，虽然这个胖妞很胖，但颜值却不低。这个姑娘称自己对甜食完全没有抵抗力，所以导致体重一直在上涨。虽然体重一直在涨，但完全没有影响她的日常生活。